ADM 形式主义，以其作者 Richard Arnwitt、Stanley Disser 和 Charles W. Misner 的名字命名，是广义相对论的哈密顿公式，在标准量子引力和数值相对论中发挥关键作用。这本书是他于1959年首次出版，作者于1962年发表的综合形式主义评论已在广义相对论与引力杂志上重印，原始论文可以在物理评论档案中找到。 ADM 形式主义，以其作者 Richard Arnwitt、Stanley Disser 和 Charles W. Misner 的名字命名，是广义相对论的哈密顿公式，在标准量子引力和数值相对论中发挥关键作用。这本书是他于1959年首次出版，作者于1962年发表的综合形式主义评论已在广义相对论与引力杂志上重印，原始论文可以在物理评论档案中找到。 ADM 形式主义，以其作者 Richard Arnwitt、Stanley Disser 和 Charles W. Misner 的名字命名，是广义相对论的哈密顿公式，在标准量子引力和数值相对论中发挥关键作用。这本书是他于1959年首次出版，作者于1962年发表的综合形式主义评论已在广义相对论与引力杂志上重印，原始论文可以在物理评论档案中找到。 ADM 形式主义，以其作者 Richard Arnwitt、Stanley Disser 和 Charles W. Misner 的名字命名，是广义相对论的哈密顿公式，在标准量子引力和数值相对论中发挥关键作用。这本书是他于1959年首次出版，作者于1962年发表的综合形式主义评论已在广义相对论与引力杂志上重印，原始论文可以在物理评论档案中找到。 Arnwitt、Disser 和 Misner 在物理评论档案中关于 ADM 形式主义的原始论文可以在以下连接中找到。https://journals.org/.pr/.abstract/.10.1103/.physrev.124.925。 此外，作者于1962年发表的全面形式主义评论已在广义相对论与引力杂志上重印，原始论文可在以下连接找到。https://journals.org/.pr/.physrev.124.925。